heads in the cloud. Thought we had it all figured out. Planning to fly away to escape everything on their plan. But like a plane up in fame, we floated away. And every plan that we made.上集说到，自从贝斯在医院见到被撞伤送来的卡玛后，原本想轻生的他瞬间又不想死的，时常借着打扫卫生唯有在病房门口徘徊。卡玛昏迷了那么久，让他十分焦虑。等他打扫到道恩的办公室时，便听到有人汇报卡玛的情况，说那个女人带回来只剩1%条命，继续救治他简直就是浪费医院的资源。贝斯听后立马脸色大变，当即走上前质问男人，说那个女人才来这里一天，如果你们医院连救人都做不到，那还有什么用？但这些话并没有让道恩刮目相看，反而直接让手下去告诉医生给病人拔管。贝斯气得七窍生烟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救卡妈。他首先拿了2颗草莓搜买老头，老头心领神会，立马假装得了妇科遗传症。动静很快将值班的警卫都吸引了过去，他们的注意力全在这个老戏骨身上。贝斯则趁机打开了药物储藏柜，拿走了所需的肾上腺素，完事后便淡定的原路返回。老头见任务完成也就不装了。接着贝斯来到卡妈的房间，悄悄地将药物注射进了输液管里。至于卡妈能否挺过来，那就全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此时瑞克他们也来到了医院附近，他建议像拍电影一样到深夜强行把贝斯和卡妈给救出来，但泰尔西却不想搞人道毁灭，他提议引2个道恩的手下出来活捉，然后和他们互相交换人质，完事后大家各回个家。达里尔也同意泰尔西的计划，或许这个办法能减少无端的杀戮。瑞克闻言也只能同意。画面一转，负责开枪的诺亚就被2名警卫发现，他们直接驱车上前将他逼停。这段时间他们也一直在寻找诺亚，就在两人以为拿捏之时，瑞克带着人突然出现在了他们身后。What do you want? Whatever this is, you do what we say, we don't hurt you.强大的气场让光头警卫率先妥协，女警卫见状也只好放弃抵抗，乖乖地交出武器沦为了人质。就在众人准备离开时，另一辆警车迅速增援了过来，众人连忙一边开枪射击，一边快速地寻找掩体躲避。而两个人质顶着枪林弹雨趁机逃上了车，然后迅速油门踩到底开车逃离了现场。眼看就要走远，幸好萨莎一枪命中了车胎。见此情形，瑞克他们立即追了上去。很快他们在不远处发现了抛锚在空地上的警车，就在众人小心翼翼地靠近时，两个人质突然窜出来朝外跑去。瑞克当即带人开始追赶，达里尔在经过汽车时却停了下来，因为开车的司机还没露面，他检查了一下车里并没有发现人影，随即他盯上了前方的那辆房车。就在他打开门查看时，突然一个光头大汉把他扑倒在地，达里尔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被死死地压在了地上摩擦。但达里尔也不是吃素，立马挣开束缚和他扭打在一起。大战300回合后，瑞克一发子弹结束了这场较量。光头见他手里有枪也不敢轻举妄动，随后三人被押到了工厂，瑞克开始逐一审问，小光头也十分配合。瑞克得到了不少有关道恩的信息，随后萨莎拿了半瓶水给他喝，但小光头并没有要，而是情绪低落地说他看见了一个变成丧尸的朋友。小光头希望萨莎能送他最后一程，萨莎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答应。很快两人来到了2楼的窗户旁，而就在萨莎瞄准丧尸的时候，光头则趁着不备狠狠地朝他撞了上去，导致萨莎当场失误及脑震荡晕了过去。小光头则趁机迅速逃跑，等跑到警车的位置后，利用保险杠试图磨断手上的扎带，但还没成功就有丧尸发现了他。等瑞克得知情况提着开山刃赶到时，只看到丧尸离去的背影，于是瑞克立马上车追了过去。而小光头运气就没那么好了，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丧尸，根本就没机会让他解开扎带。而瑞克也在此时跟了上来，并不断地警告他停下来，但光头却假装听不见。瑞克见此直接油门踩到底撞了上去，小光头倒在地上痛苦的求饶。瑞克说我已经给过你机会，随即果断地掏出手枪。面对伤害自己队友的家伙，他绝不手软，甚至可以化身成恶魔。而他的死也让另外两名人质认清了现实，为了活下去，两人答应帮瑞克完成这次人质交易。没多久，瑞克一行人便被带进了医院。得知消息的贝斯也换上了自己的衣服，还在床垫下面拿了把剪刀以防万一，随后便推着刚苏醒的卡妈前往交易的地点。瑞克也带着人质到了走廊的另一头，透过玻璃他看到了卡妈和贝斯。为了顺利完成这次交易，道命令手下收起所有武器，瑞克也心领神会，示意大家把武器都放下来，然后压着人质走进
走廊开始交易，但刀很快发现小光头不在现场。还没等瑞克开口，两个人质抢先说道：小光头被丧尸咬了，我们亲眼所见。刀恩虽然心情复杂，但也只能认了。接下来便是交换人质环节，虽然气氛有些紧张，但好在大家都不想大动干戈，交易进行得非常顺利。贝斯和卡曼安全地回到了瑞克身边，正当众人准备各回各家时，刀恩却突然开口说：诺亚是我的人，他必须得留下来还清他所欠的债务。瑞克立刻拒绝，交易里可没有这个条件。达里尔也走过去说不可能，但刀为了自己的威严坚持要诺亚留下，否则交易就不能达成。为了双方不爆发冲突，诺亚主动走出来表示愿意留下，然后把枪还给了瑞克。瑞克见此也没多说什么。这时贝斯冲上来不情愿地和诺亚道别，在这段时间他们在医院相依为命，早已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旁边的道恩得意地嘲讽道：我就知道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这句话让贝斯火冒三丈，他意识到道恩不死这里的规则永远不会改变，他那肮脏的手段不知还会害死多少人。随即贝斯狠狠地用剪刀刺向道恩，而道恩本能地扣动扳机，所以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。滚烫的血液瞬间溅了瑞克一身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道恩急忙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，但愤怒的达里尔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。双方瞬间剑拔弩张，女警员连忙出声阻止，说一切都结束了，这完全是道恩的自作主张，并示意医院这边的人放下武器。瑞克他们也不好再次出手，知道再屠杀下去也没了意义。达里尔也在卡妈的安慰下放下了枪，满脸自责地低下了头，其他人也纷纷悲痛地泣不成声。这时亚伯一行人也来到了医院，看到门口满地的丧尸尸体，看来瑞克他们已经杀了进去。这时瑞克他们从医院走了出来，见他们平安出来，马基也露出了笑容，以为他们已经成功救出了贝斯和卡妈。但看到达里尔抱着贝斯出来的那一刻，大家的笑容逐渐开始凝固，马基瞬间绷不住坐在地上痛哭起来。这一路过来，他亲眼见证着家人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，如今唯一的妹妹也没了。达里尔也很自责，当时没保护好他，可谁能保证在这残酷的末世不会发生意外。就这样，善良纯洁的团花就此宣布下线。可生活还得继续，他们不得不继续寻找新的庇护所。此行的目的是50公里外的庄园，那是诺亚曾经居住的地方，据说那里有高墙可以抵挡丧尸。几个小时后，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这里大门紧闭，毫无声息。格伦爬上围墙往里面看了一眼，随后叹了口气摇了摇头，很明显这里已经沦陷。紧接着他们翻过了围墙，这里破败不堪，地上还伴随着腐烂的尸体，显然这里已经沦陷很久了。诺亚崩溃地瘫倒在地，看来他的家人已经是凶多吉少。可既然来都来了，瑞克和格伦三人打算去搜刮点物资，顺便看看这地方能不能住下来。可这里有面围墙早已塌陷，看样子是其他幸存者掠夺了这里，而另一面墙也东倒西歪，加上这地方被一片森林包围，视线不好，显然这里不适合居住。这时泰尔西两人来到诺亚的家，泰尔西担心诺亚见到家人下不去手，于是他走在前面开路。进来后发现屋内一片狼藉，一具高度腐烂的女性尸体躺在客厅里，诺亚拿上毛巾轻轻地盖上，那是他的母亲。这时泰尔西被房间里的动静所吸引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查看，发现床上躺着另一具尸体，墙上挂着几张照片，让他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就在泰尔西感慨之际，突然一只丧尸猛地咬住了他的手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以为是意外。诺亚听到动静急忙冲过来，二话没说直接送了兄弟一程。此时泰尔西手臂的番茄汁狂飙，诺亚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，只好去找瑞克他们帮忙。瑞克等人听到就喊声立刻冲了过去，等他们赶来一看，是诺亚正被两只丧尸袭击，几人也不磨蹭，三两下就解决掉丧尸。这时诺亚焦急地说泰尔西被咬了，大家一听那还得了，赶紧让诺亚带路去救泰尔西。接着立即扶着泰尔西离开此地。不幸的是，此时门口已经有丧尸围了过来，时间紧迫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杀出去。正是这些丧尸让泰尔西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。将泰尔西抬上车后，瑞克急忙用对讲机通知卡妈准备好医疗用品，现在时间就是生命。瑞克将油门踩到底，但在路上车子慢慢地停了下来，因失血过多，泰尔西最终还是没能撑过这击。Fly away to escape everything on the ground。这一集就失去了两名队友，对瑞克团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。众人将他埋葬在了柳树下，这个曾经仅凭一己之力击杀上百只丧尸的男人也终于倒下。众人此时心里五味杂陈，同伴的接连死去让他们的心情跌入谷底，萨沙更是接近崩溃的边缘。瑞克挖着土连头都不敢抬起来，作为一个领袖，他又将如何带领剩下的人幸存下去？